是脚本生意国旅部的周经理，我们从10月20号开始启动国旅部，那我们这边在屏东农业生物科技园区的桥本生意，我们新成立的4个故事馆，啊，有牛樟芝的，我们就是牛樟芝的专家，我们是全台湾最大的牛樟芝子实体公司。那桥本的牛樟芝，在我们的云端工厂生产以后，经过我们价值将近2亿的超临界萃取，萃取以后做成牛樟的成品，有牛樟芝滴丸，那目前也有开发所谓的牛芝麻素牛樟饮，啊，就是比较平民价的。那牛芝麻素牛樟饮对一般消除疲劳方面非常有效，那这也是比较平民化的一些产品。那牛樟芝有分非常的多，那我们就是种在我们的云端工厂，啊，强调的是子实体。那牛樟芝最有效成分叫做三铁类，那它对于预防身体的免疫系统方面非常有效。啊，那第二个故事馆是芝麻，那芝麻人啊号称白骨之冠，那芝麻对于这个现在所谓的台湾步入超高龄社会，对于预防老化、脑力退化、阿兹海默症，包括现在很多老人家睡眠品质很差，芝麻素对于这方面都有非常好的一些功效啊。那第三个故事馆是薏苡子，那薏苡子就是薏仁最主要的成分。那薏仁中医讲祛湿、美白、消肿，哦，那薏仁对于美白方面，哦，确实有非常多的功效。那我们的薏仁的产品做成手工皂啦，一些面膜、化妆品，哦，深受广大女生的反应非常好。那第四个故事馆是酵素，那酵素就是针对一般现在人工作压力大、生活不正常、饮食哦，帮你体内环保哦，轻宿便哦。那吃过小本的酵素的人要知道，我们的酵素叫霸气量哦，吃个4颗，6小时后大概就会有体内环保，就会让你轻宿便哦，反应都非常好。那我们这个故事馆刚刚成立，那也非常欢迎，所有做国内旅游的旅行社也好、工会也好、社团，啊，欢迎预约，因为我们这边不是观光工厂，我们是采预约制，希望在提前2天告诉我们，那跟我联络，我们会安排，导览解说员给大家导览解说，啊，那我们是走高品质的一个导览解说的一个方式，啊，采预约制，啊，那希望全台湾的观光旅游业者，啊，能够来屏东农业生物科技园区的桥本生意来参观，啊，那我们这边在国山长治交流道、屏东交流道距离这边大概3到5分钟，非常的近，反正你从台南要到垦丁，或者说会经过长治国山交流道，那如果除了从台东要往高雄走，也会经过长治，所以屏东农业生物科技园区，啊，现在在桥本生意这边又新增了一个，啊，可以有可看性的4个故事馆，啊，非常值得大家来参观，啊，那希望大家有空都来农科走一走，都来桥本走一走，啊，谢谢大家。